房间来，干了恁两个人尔呢？衣衫是你脱的，敢不是伊家己脱的？铁三，你听我讲，伊刚外用啊啉烧酒醉，我送伊去甲宾馆。行好。后来，我就扶伊去阿眠床顶。麻利姐姐，钟经理，先请坐。先生，请问有啥代志？丽姐，请问一下吼，恁这衫裤敢有替人咧快洗？有啊，啊，不过比外口的洗衫店较贵一点。这无要紧啦。阮朋友拄只吐，还有割裂衫裤啦，甲麻烦你家己衫裤脱脱，送去洗啦。好，安尼才麻烦你。先生，我即摆就把衫裤摕去洗啊，洗好的时阵我再送过来给你。安尼偌济？安尼500。多谢你啊！谢谢。迄天的情形就是安尼，我林家宏伫咧遮，用个对天咒诅，我拄只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是事实，我绝对无欺骗你啊！天上啊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应该是清白的，伊甲林家宏真正无暧昧关系。该讲的已经拢讲了，你若真是搁唔肯相信，我嘛无话通讲。假使讲外英啊，那因为你对伊产生误会，我都该救你的性命。你若真是安尼的过心去，那我的良心会不安。我相信讲你的良心。嘛一定过了比我较痛苦，那是因为我婴仔的死，是去让咱两个给害死的。天上，我拜托你，你莫阁丢毒啊，好不好？去病院签同意书，答应让萱萱救我婴仔，我拜托你。拜托你，
个小狗咧进龙宫哟，抓紧是要创啥呢？你敢会是买病看外婴啊？不可能啦，伊若有咧心咧看外婴，走去啊，无可能到即马去啦。英啊，我真该死，我真该死，我对不起你。你等下等我，你等下等我。这运气啊够啊，是个天上讲啥？啊，无这个天上安尼走啊紧。高姐，英弟啊，阿贤。英弟啊，天上是不是要去病院看华英啊？应该是啦。这个死呢，敢想开啊？等我啊！够可能。拄只高宏伫楼顶有一挂代志拢解释清楚啊，天上啊，伊心肝内该拢透开啊。林高宏，今仔天上变假了，拢是你害啦！我知啦，高姐啊，真失礼啦。是的，一句新的代志就煞哟。好啦，高七啊，代志过就过啊。啊，你这高宏伊嘛有忏悔啊，你着卖去干嘛啦？好啦，林高宏，你既然甲知影唔对哦，搁这么心意哦，甲代志解释了这么清楚，会当我天上关的原因哦，表示你这人心肝搁未歹。我这就丢了你，我阿爸。哎，高宏，我送你回来。无咯，高姐，咱不是还阁有这多工作要做。高姐，唔免麻烦你啦。啊，我等下要去病院啊，我才顺路送高宏回来就好啊。高宏，我等来。好。你就插头用。你这种机会，你家己袂好阿爸，人最放走。哦，你这个，祖辈啊，阮天上啊，我苦劝嘛，甲苦劝过啊，啊，你甲拍嘛，甲拍过啊。伊嘛是同款，无瘾来才签迄张同意书。我即阵哦，真正无咧勇气踏入去病院的病房看阮月英啊。你无勇气看到恁严长啊啦，我是想到恁严长，我就无迄个勇气。我，哎呀，啊，是讲哦，虽然阮天上啊无爱来签迄张同意书，你也替我出这么济的力啊，我实在爱感谢你啦。免啥感谢啦，代志来办无成来感谢嘛，较有影问题办无成啊，啊，别讲诶。杜文总，去领导的车，嗯，领导的车来。咦，哟，阿关天上啊，来北营你从啥嘛？天上，啊，你来这要从啥？我要来签同意书诶啦。啊？是讲，迄台车你共停伫啊，迄客运的停车位已经有许偌大啦。就是去停车啦，是去停车啦。无时间啊啦，爸，啊无请你停一下啦。我中风哪会晓开车啦？别紧，我让开，因为爱考要教我吼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唔对咧，祖辈啊，啊你也无驾驶执照，你是要安怎开车？那警察来会开罚单呢？啊姐啊，姐啊，交通警察来啊！祖辈啊，警察来啊！啊姐啊姐，姐啊姐啊，姐啊，无姊袂待你。
讲到你哦，真正有影哦，有嘴哦，讲到无耐你也听无啦。甲你讲无驾驶执照，啊，你就卖开车就好啊。你就搁超工要开，开开下咱出事啊，去用开罚单哦。哎，人我好意呢，啊，恁车咧遐是卖只叫拖去，你卖领车足麻烦的呢。我来这计程车头上来，我甘愿车去用拖去。我若要来领倒转来开千外块，就通我领倒来。啊，你唔是去用开罚单，搁带甲警察在乌乌领？啊，干嘛计乌乌领又来？哎，未甲当发动尔咧，啊，走个两步路，你都还未少，干嘛开单咧？开窗个一空个哦。你做唔着代志，人甲你开罚单，这本来这都是正经的啊。哎。我就，我跟你讲哦，迄罚单面顶写你的名，这条万二块的吼，你爱拿。我操你，要替你开车，你这条你敢要替拿无？那是你摕身份证起来，给人登记，面顶写你的名，都是你爱拿。你别卖老酒鸡，也不听清楚，这条罚单你也。静啊，较细声的啦。啊，伫内底哦，就听你甲吴春伯啊两个，等下咱嚷甲大细声，啊，恁是又搁安怎呢啦？我替伊开车，吼，结果叫伊开暗单啦，伊讲叫阿麦揽啦，你去去去来干着？车你开个当然嘛爱你啦。哎呀，你准备无头路啊你？对啦，阿娇啊，阿阮天生啊，唔是有走入个病院，阿即个人伫倒。阿伯，天生即卖伫个病房内底啊。嘿啦，天生啊吼，一日来到病房。就看到恁外甥仔哦，倒伫咧病床顶啦，迄心肝内哦是偌艰苦的哦。啊，即马哦，跪伫咧病床的边啊，咧忏悔啦。煞免忏悔呢呢，我看病到这么严重，到即马才来看你，伊不是忏悔尔的，应该跪在面头前，我咧七百自杀才对。哼。祥啊，恁规日人拢徛伫外口。我到倒门锁，啊，拄啊到病院门口到尔，啊，看倒头仔哦，我三脚就七过去，随撞来病院，啊，结果是撞入来，啊，撞入来了，啊，我听亚伦讲，伊撞入来，我是撞去病房哦，啊，我跪去香港面头前咧忏悔啊，奇怪吧？啊，你要找多少仔呢？我叫来。别，你慢去，慢去。嘿啦，叔啊，你莫一撇破坏气氛啦。我破坏气氛，你捣鼓捣啊！趁伊即马特别忏悔的时阵哦，赶紧赶紧叫伊个李签签的，安尼哦，做些些来救险金，我你懂不懂啊？啊，你倒遐讲提神，你甲外婴仔忏悔啊，就表示讲因阿母已经和好啊。同意书提神一定会签啦，你免烦恼啦。啊，凤仪啊，你叫我做外籍新娘哦？无唔对。看你是要印尼的、泰国的、菲律宾的，还是越南的？看你喜欢哪一国，你甲我讲，我甲你安排。凤凰姨啊，那你是当时哦开始咧做这外籍新娘的婚姻中介啊？哎，这款生意也咧谈。阿叔，唔知阮囝仔阿总，伊有一个换贴的吼，顶个月娶一个越南新娘啦。啊，听讲人家的新娘啊吼，哎呦，偌温柔嘞，啊，嫁来算嘛偌贤做的呢。啊，我著看你啊，无女朋友啊，哈尼济个搁还袂娶。唔知想讲要甲你介绍，也唔过吼，娶我一新娘足麻烦的呢。第一点啦，咱话语也袂通啊啦，啊方向嘛拢无同款啊。啊，我若娶入来，阮就只讲到嫁家就好啊。这你放心啦，咱即马台湾全省哦，各管区哦，弄迄个外籍新娘的研习所呢。啊，迄就是哦，表示讲哦，就是要遐外籍新娘来遮哦，啊学一寡物件啦。那这后你免烦恼啦。有啦。真哦，我伫报纸啦，是迄个电脑网络顶管吼，我拢捌看过。我听讲吼，咱遐外籍新娘吼，拢足认真咧学咱遮的这款语言啦吼，啊风俗诶。因讲吼，要好好做一个吼台湾好媳妇。安怎？有兴趣无？有兴趣吼，凤凰姨来甲你介绍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啊，当我即马吼事业也袂稳定啊。啊，有当时啊，连我家己都饲袂饱咧，搁想要娶某，也是等我吼赚较有咧，啊有某分的时阵哦，才过来讲啦。哎呦，大兵，来坐坐啊！哎呀，啊，想讲哦，啊下班啊，啊英英无代志，啊就过来遮找凤凰姨啊开讲一下啦。哎，Alan， 啊你是要病院看外英啊？有啦，我就是有去病院看外英啊，唔只系含只啊，做伙转来。啊，我应该即马情形安怎哈？啊，同款啦，你等左先生甲救啦。哦，对啦，
啊，用之后打电话转来，讲要叫天上啊去病院签同意书，安怎？啊，天上啊，敢无签？签好个咧，停车好歹哦，嘛全部拢传好势啦，明仔载就要动手术啦哦。实在真无简单呢，天上啊，肯愿就愿意啊，哦，这件代志哦，能圆满解决。啊，谁人这代志这么圆满呢？迄就是因为吼，有一个病毒关系的大神灵哦，兼水野鸟的咬人的利益遭总这件代志，所以代志这才圆满。啊，你晓得不晓得啊？无你做啥表情啊？我讲的话你反对呢？无啦，这个我若敢反对，你真正是吼假的。